创人才跟产业的一个聚集吧。那其实我们从1999年开始进行的技术设计节，它其实是南台湾目前独创科系的一个臂展。那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跟竞赛来搭设一个平台，当然我们里头还找了企业来赞助一些竞赛的奖项。我们也希望在产官学上面能够让他们未来在进入就业市场能够更便利、更被看见。那另外呢，我们也提出了文创人才的一个进驻博尔的计划。那其实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创业的孵化器跟第一桶金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博尔的部分，我们提供了5间这样的10坪大的空间，让他们在去测试他们的市场的水温。那基本上他们可以针对他们的创作理念啊，甚至他们的品牌概念的部分，跟第一线的民众可以有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们这样执行了这么多年下来哦，其实有7间，其中有7间它是留在福尔成立他们的品牌门市的哦。那其他20几间呢，它基本上就直接进入市场去开店。所以这个对于那个文创设计人才，他们在梦想来博尔开一间店，进入市场，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孵化的过程。那另外呢，我们也提供新创团队，博尔的共创基地。那共创基地基本上我们有60几个空间，是3到28坪不等。我们希望不同的文创的产业可以在那边跨域的合作，所以希望他们在透过跨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合作呢，能够产生各种不同，就是更跨域的价值的部分哦。所以这是文化局目前进行的。谢谢。